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夫子，此众无明有二种业：一，令众生迷于所缘；二，与行作生其因。行亦有二种业：一，能生未来的报；二，能与实作生其因。识亦有二种业：以令住有相续；二，以明财作生其因。明财亦有二种业：一，互相助成；二，与六处作生其因。六处亦有二种业：以各取境界自境界；二，与处作生其因。处亦有二种业：一，能处所缘；二，与受作生其因。受亦有二种业：一，能领受耐增等事；二，与耐作生其因。耐亦有二种业：以眼作可耐的事；二，与取作生其因。取亦有二种业：以令住烦恼相续；二，亦有作生其因。有亦有二种业：一，能令与于取众生；二，与生作生其因。生亦有二种业：以能起住助运；二，与老死作生其因。老一种二种业：助根变异；与死作生其因。死亦二种业：以能坏助行；二，不觉知相续不绝。这就是十二因缘。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明财，明财缘六处，六处缘处，处缘受，受缘耐，耐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，老缘死。这个解释得很清楚，让我们平常啊没有这样去修观，观这个经常有这种生怎么来的，生就是这样来的；死怎么去的，死这样去的。在生死之间呢，有十种啊。但是我们现在要不生起。学法了之后要了生死，这是生死。生死是从你那个无明开始的，无明不能停止。无明怎么产生的呢？大乘起信论讲：一念不觉生三系，无明行。无明与行，那就是业相、转相、现相。起业了，他这业不停啊，这个行他并不能停，他转，转就现一切境界相。
但这人一迷了，迷前景，迷所缘，那么就给这个行啊做升起的，行是缘无明而升起的，行的本身也有两种业，也有两种作用啊。咱把这个业就当作用讲，起业，起业就是动念了，动念了。行他给未来做果做报，要感报的了，行要感果报的了，行是因了，要感报，感报，感报呢？他能给这个十，咱们经常是讲八十啊，八十，八十的相分，给摸了也是第七十，给他做升起的因，赶未来的报。十也有两种业，他能使住有相续，这叫相续相。达成齐了叫相续相，行的叫志向，志向，志向相续相。他给明塞做升起的因，明塞也有两种业，互相助成。我想着，那么给六处做升起的因。六处呢也有两种业，一个各取自己的境界相，六处啊也叫六入啊，六入，根尘各取的相，眼观法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身接触，各取各的相，是吧？各自取自己境界相，六种取六种。同时呢，这个六肉六处啊，得跟处做升起的因，处是接触了，接触了，一处就感受了。处一种日月，处必有所缘，有所缘。同时他与兽一处就有兽，给兽做升起的因。兽呢也有两种业，领兽的时候有种耐，有种争，说是耐争了，这有苦有乐，有乐兽有苦兽，那么领受耐争的事儿，与耐做升起因，接触啊，喜欢的生耐，不喜欢排斥，而给耐做升起因。耐是什么呢？有眼所可耐的事儿，这越来越深了，一到耐上，那就烦恼多了，烦恼习气都从这来的。二与取做升起的因，耐叫取啊，就取前境界相。取也有两种业，烦恼相续，第一种令烦恼相取吧，取了就生烦恼了，这烦恼不断的相续。但是与有作升起的因，取就有了，有取有舍嘛，有一种呢有啊，也有两种业，能料与予取生。现在你是人取，那将来不一定了，也许得予取，予取嘛，畜生道、飞禽道、恶鬼、地狱，那就多了。
看你取的是什么。以生做生气印，生也有两种印，能取助印，就是色受想行识，助印与老做生气印。老也有种种印，什么印呢？助跟变异呀，助跟变异。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呢都变了，那一根变不变呢？变。老人痴呆症，老人自言的思想上迟钝，行住缓慢，住跟他丧失他的能力了，就离死差不多了，给死做生气因。死也有两种业，人家平常不感觉的了，又没死过啊，谁也没死过，忘了。一个能坏住行啊，死就坏了，说运动当中的眼耳鼻舌身意三生香味触法都变坏了，死了不起作用了。二呢，不觉知。不觉知就是恢复了无明，不觉知就是最初那无明。结果这么十二因缘来回相续不断，不觉就是不断意，这是母生死之因。那大菩萨度众生时候，他对此得有所了解，得有所了解，不但了解得正得。他是从理上观，而这十二因缘出相上生，相必须如理，生灭里头，记住是不生灭的。观呢，要起观照，观这个体和相，一个是观理，一个就是观事。观理就观因，观因。因有两种，一种是他因，一种自因啊，自因。从那个菩萨，从那个大悲智慧观里头，观里头啊，观一切相，观一切相，就是众生相，这就叫方便智。观众生相就方便智，观一切众生啊，都是从无明升起的行，在无明在行的当中，叫自因，因能生起嘛，自因的生起，在无明当中啊，自因的生起，生起什么呢？这一动念呢，就叫行。咱们一起动念都属于行了，行就是作用意、运动意、不停的意。行一定得从无明生，像乳酪吧，做的乳酪，做的那个奶的一些供养品，那都是从乳生的，没有牛奶生不出来的吧？这个含义就是，菩萨要离众生，这十二因缘起法，菩萨一定得通达，通达。咱们要是修行，咱没有讲这名相啊，但是你的含义，你的含义当中必须如一个随顺观，十二因缘起是升起的，就随顺，
学是十二元钱的升起的来观察，过来之后样子一切都是得解脱，那就把它颠倒过来了，这是顺观了。颠倒过来你要是解决问题的时候叫逆观，逆观无明灭在行灭，行灭在识灭，识灭在明彩灭，那是还灭门，那叫逆观呢、这个是讲的生死门，生死门。观的时候，观这个性体、相关体、观体，无明的升起啊，升起。云何生无明？这没法解答的。无明怎么起的？没说啊，只说无明开始。那无明为什么叫无明啊？这菩萨用智慧观呢，就是智观，观这个因缘的十二支升起的方便。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故事吧，一个宰相问国师啊，说无明从何起啊，何者是无明啊，这个没办法答的，语言解说解说不清的，他反刺激他，就说一个奴才你还要问问佛法，他就发火，一发火无明就从这儿起的。先摸摸每个人关照，你自己烦恼了，你这找这个烦恼起处，咱们可以找的，咱们可以找的。为啥？一个环境不顺心，烦恼了，因为什么事儿不顺心，咱们找得到的。那个事儿又是一直什么起的，你就找不到了。有什么呢？因为咱们现在都是识，达不到行。断这个得八地以上的菩萨，六地菩萨还没办法呢，还不知道呢。因为我们修这个观一切法的时候，这个能观。能观的得有智慧，有智慧的观，观这一些法，根本自照根本无明的，行不明的，那你得有方便善巧，这十二因缘呢，又叫十二支，又叫十二支，这十二支啊，生、前、死、后。死后又变为升仙，死了并不是了了，又回归从头开始，这样观呢就能解脱。解脱时候是由观而来的，观而来的就有方便三教，厌离生死，厌离生死，想求不生死，厌离烦恼，想脱离烦恼，那你得修。修，修的方法呢，叫因缘观。不要讲名词，吵啊，为什么生？为什么到冬天天气变了，草木都凋谢了？为什么春天都要生长了？观我们这个身体，指甲盖爪生脉转，咱们心的筋脉啊它都转动的，脉转筋摇，观照观自己的身体，生辰代谢，时时谢，说今天跟明天不同，明天不是今天，
那你观你这个身体，完了再观你的心理，心理变化，看把你心看重，他在想些什么，他想取些什么，想取的就是他耐的，他不耐的争嫌的他要舍，想取的取不到，想舍的又舍不脱，这个中间就产生苦恼了。说我们要是管我们的性体，管这心性啊，想求解脱，心从何处起呀？也找无明，无明从何处起呀？有无明才有行啊。但是我们现在用的第三者，第三者就是十，十在十二因缘的是三，第三种。我们用我们这个十去分别，分别。这个分别的时候，本身就在迷的当中，不是物啊。咱们修行慢慢慢慢的磨练，磨面明白了，明白什么了呢？明白生死的苦难，明白了学佛法你才知道，苦是没有什么地方来的呀？由你不觉来的呀，你要明白觉悟，不会啊，不会有啊，不觉来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在不觉当中产生了十觉，开始因佛的教导或者遇到前世的因缘，得闻佛法了，得闻佛这才知道，学佛法才知道，不学佛法你就知道吗？知道无明缘行吗？行缘实吗？嗯，咱们过去把这个心意识三种是混淆的了，咱普通说都是微心，其实是微识，三个心意识是一个，咱们是就知道识，一根，一根是识所生的，咱不知道心，就是现在学了佛法了，知道这个名，而没有领会到什么是心，我们就把识当成心了，识不是心呐。现在大家从这个学习上就知道了，识不是心呐，识是因心升起的，因心升起的，无明。无明即是心的黑暗，不明白吗？不明白心就叫无明了，就是不明白了，迷了。那这是解释这个道理的，只是标个名，下头还要解释的。佛子，此中无明原形，乃至生缘老死。这十二缘重说说一下啊，说无明，他缘给这行作缘，升起的行，行因无明升起的，说无明缘行，乃至十二生缘老死，无明乃至生缘老死。令行乃至不断老死，铸成故啊，铸成故。无明铸行，使行成就，无明成就行，行才能成就识。我行一堕落，他要不停地分别，要了知，实是了知。无明不了知啊，
行也不了之，无明因为行想要了之才有个行，因为行要了之才生出识，就出了。无明行比无明出，识比行又出了。这两种意，一有缘就四现，四现什么呢？识是种子了，是种子了，这叫种子识。种子识，种子要生现行，那么现行所结的果，果结了，实现了，实现了，说要取，因为一取，取就是说以贪耐呀、这十二缘缘呢，说无明乃至生为缘，令行乃至老死，不断铸成，后者铸成前前，前前生起后后，就这样的相续不断，顺行啊，顺行。说我们现在明白了，明白什么呢？想要断无明，你不能直接的断，要直接就是大彻大悟的哈，顿念、顿断，开悟的，要找，找。我说我念佛是谁呀？我何者是我呀？生出何处来呀？死到何处去呀？总之，你观一件四景，随便你取哪一件景都可以。这个是在无明当中要求明，明了无明就灭了。无明是不明，但你达到明了，无明可就没有了。如果这屋子黑暗，你点个灯，这屋子不就不黑暗了？等到天亮，那是四现象。假如说在这个不明黑暗当中，你点盏灯，它就明了。就是你开始觉悟。十觉就开始就明了，明的不大，明生难灭，明一生长难就消灭了。行有无明起的，无明灭了，行也就没有了，行没有了还有识吗？识也就灭了。识灭了，六入也就灭了，一个一个这个还灭，乃至生老病死灭了，老死灭了，这还灭，还灭。由于无明，生不为缘，乃至生不为缘。令至一切老死断灭，不铸成，不铸成，不铸成就是还灭的意思。先进灭后进，一个一个相续着灭，这叫还灭门，就是升起功还灭，循环的了，循环的。但是此中。最重要的佛子金刚藏菩萨语言啊，佛子啊，此中无明耐取不断，无明耐取不断，这就生烦恼了，这叫烦恼道。行有不断行，就是造业，行是造业呀、行是运动业呀、造业。